又来到桥下了，今天继续钓，不过今天多了一个新的东西，叫做千古以来的活化石，叫做蟑螂。不过昨天运气还好，没有抓到很多只，只有抓到一只啊，所以用那一只来钓钓看吧，看看效果而已。蛮多人啊，对面有，前面也有个钓，那拿木叉，不学我，捡到香瓜，试试看啊。
怪。
关谷，断掉了，回去要修理了。好了，这里现在冬天了，阿福比较不会咬，有机会在这边钓钓吧。好，下午再见了，拜拜。